我也同样的有对点点宝宝这样 ，no， 没多久之后，他就会拿我的手起来，所以我才发现，糟了，我好像现在不能够这样对点点宝宝。我帮他拿牙刷，他就哭了，不要，爸爸不要。他有时候他会抢过来，把他放回去，他重新再拿出来。推车只能妈妈推。小天使也有变成小恶魔的时候，照常流浪走的女儿点点宝宝，一转眼2岁，进入让许多父母头痛的秩序敏感期。他们也在 YouTube 频道分享心得。2-3岁宝宝是猫狗嫌，是不是这样讲？非常有情绪，进入到所谓的秩序敏感期吗？对，就是开始他会有自己的规则。那么严重哎，我帮他拿牙刷，他就哭了，不要，爸爸不要。他有时候他会抢过来，把他放回去，他重新再拿出来。推车只能妈妈推，很夸张，什么都要妈妈哎。包括我以前也会这样子，不行，自己推，我不推。然后你就会把他抓去那边，让他推车子。这就是我刚刚讲的，就是他正在有这个要制定自己的秩序，你是有时候顺着他，并不会宠坏他，因为你不是溺爱，你只是在他当下这个想做这件事情的时候，你给他一点支持跟宣泄的出口啦。所以我现在跟小孩关系就蛮好。今天早上他想吃饼干，他走到房间，因为我在化妆，我其实就是跟他讲说，我们不可以拿饼干进房间吃。因为蚂蚁会爬上床，他是听得懂的，虽然说他会有自己的规则，在一些莫名的情况下，可是另外一个好处是他开始听懂你规定我要这样，OK， 好，所以我可以照做。所谓的 terrible two 的这个时期，你要把他所有的哭闹暴躁想成是正常状态，不要想成异常或他不听话不乖，因为当你从负面角度切的时候，你就会开始去斩断他很多的发展跟可能性。前一阵他很喜欢打人，最近没有，也有人在问打人。关于打人，我自己有个心得，我教拳拳的时候，他不 OK 的地方，我还是会说，你把手伸出来。我说，OK， 这个事情不可以，好，那不会让他痛，但是让他知道说，我说不可以，这是一个惩罚的意思。对，我也同样的有对点点宝宝这样 ，no。没多久之后，他就会拿我的手起来，所以我才发现，糟了，我好像现在不能够这样对点点宝宝。他马上就学会了，他要制止别人的时候，就要用这样的方式。小孩会有一段时间就喜欢打人，但是你不要以其之道还彼之身呐、他会觉得这是一个沟通的方式。我们一直在修正，有时候比较严格，就是抓住他，我说不可以。对，因为董哥喜欢不会让他痛，或是抱着他让他不动。你打妈妈，妈妈会痛哦，不可以好吗？可以摸摸我啊，可以摸摸我啊。要讲很久。他不讲2次就会哦，可能要讲200次哦。教育这件事情是一条漫长的路，孩子跟父母就是一辈子，用不同的方法看怎么样教育他，引导他。